看了济南新能源车展，我才彻底了解了中国汽车工业平行世界里的魔幻。如果说耶路撒冷是西方人的执念，那任何一个做低速电动车生意的人心中的圣地都必须是山东济南，因为全球的老头乐大半都在这里集散。更重要的是，那些汽车界有史以来最出色的设计版权也在这里流传。保时捷永远是上层人际圈子里的硬通货币，所以卡宴不仅是青年二代手里的少女召唤器，也应该是老年人座下的夕阳红再生仪。你可以永远相信这台卡宴的魅力，它总能以最直观的方式告诉周围的大姨，主驾驶这老头丰厚的不仅是人生阅历，还有一个月上万的退休金保证经济实力。当然，如果大姨您要是怀疑老爷子的激情活力还是否充裕，那么请看车尾三个大字911，经济实力和激情活力都有了，那也不能缺了幽默风趣。而这车标上的小驴都完美展现了老爷子的童真童趣，硬通货怎么能少得了玛莎拉蒂？把瑞士印在海神三叉戟，就像用镶了翡翠的保温杯泡着宁夏的枸杞。我就问你，本老爷子有没有支配小区垃圾桶进出口的权利？接下来是阿斯顿马丁 DBX Mini， 开上它就犹如老邦德附体，去人民公园尽情散发魅力，一次至少能收获三个广场舞大姨。国货之光就得看红旗，本着大就是豪华的原则，进气格栅直接模仿暖气，这不仅能满足追求气派的心理，大约在冬季还能从视觉效果上带来一些暖意。最重点的还是皮卡设计，副驾驶拉着老伴去赶集，后斗就能拉着买来的鸡和鱼。老头们也有追求时尚的权利，那就给您安排 Smart 精灵衣，百分百原汁原味等比例缩小 copy， 看上它才是真正的新能源汽车下乡福利。经典车型还有宝马 Mini， 看到它我就能想象到英伦格调从伦敦一直散发到了大王庄村口的麦斯地。不过格调即便再好，做工也要看仔细，毕竟村口都是碎石地，避震悬挂又有过硬的制作工艺，对付非铺装路面还得看大技，硬朗的车身线条就是实力。就冲着外挂备胎小书包，这里给你个免费的广告，龙启出品专为老年人越野打造。其实我就是想换个韵脚，下面来把这台路虎卫士介绍。镀铬前脸和机盖上的防滑板一个不少，这模仿已经做到惟妙惟肖。略微有点不自信的是这车标，直接换成 Land Rover 可好？你看这霸王龙就非常高调，不仅全车都复制原稿，后面还放了一台原告，用这么高明的手段做营销。老板之前肯定在华强北卖过手表，而且老板对生物进化论了解的肯定不少，即使恐龙的后裔，这知识点运用的十分巧妙。雷克萨斯大武器也真是不少，看到这儿估计很多东北大爷的 DNA 也开始动了。但是买之前您老可得看好，这大武器一共分两种商标，标志上带钩的有 LED 灯带装饰条，另一种普通版就是把 logo 反着标。兰德酷路泽虽迟但到，年轻的时候没机会山川河流满世界乱跑，今后的生活就让陆巡开道，拿退休金玩越野，享受夕阳正好。话说这兰博名字起的倒是挺好，但怎么就想不开按照长安的设计来抄？长安自己这车卖的销量都不算高，你这倒数第一抄倒数第二的行为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不过你这里有车模，那可是真地道，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这个展会到底有多地道。逛了许久之后，我还真被其中一台车惊艳到。这低趴三蹦子的设计师，你要是能看到的话，后台私信找我聊聊。我们工资好，待遇高，你要是愿意，可以直接进我们天地良心汽车厂画改装图稿。今天一共300多个厂家参展，发布了8台新车，有80%我都似曾相见，这就意味着大概有1200多台车能成为被告，收到法院传单。如此庞大的体量，原告来了都得排队过安检。说实话，这样的山寨场面，我上次见到还是在乡下老家的商店，货柜上摆着的康帅夫、雷碧和五兰山。目前老头乐市场鱼龙混杂，很难监管。即便原告发了律师函，被告大不了换个商标重新上线。所以在这个展会上的任何一台车面前，即便是中泰曾经的设计部主任也不敢说自己当年有多敢干。当然，这里除了刚刚看到的那些上世纪的奔驰大 G， 或者是上个月刚刚发布的玛莎拉蒂，也有最精确的钢板悬挂调教数据和最质朴的汽车制造工艺，各种配套供应商百花齐放，同场竞技。我相信只要我愿意，就能现场传出一台来，商标都能自定义。我给我三舅姥爷透露了这一消息，他说让我帮着传一辆他的专属坐骑，车尾要桑塔纳，前脸要奔驰 E。 我劝他少听点郭德纲的相声，这玩笑可是不能开的。不过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山寨的确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发展的手段。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每一台老头乐厂家都是勇敢的攀登者，甚至还穿上了足力健。那么这里的每一台车型用高情商再解释一遍，他们是精神感性和消费理性的相辅相伴。设计师从大众最高层的需求中洞察灵感，工程师则以最极致的省钱手段打造躯干，两者的相得益彰，让曾经的那些高不可攀变成了如今的3万块钱随便换。 Hey bro， 这里是长脸路，既会开车也会 old school。